穿梭游轮从字面上看啊，强调一个穿梭，从 LPSO 上取油到港口卸油，它这个航程特别短，在12小时以内卸油完之后再返回到我们油田，像一个海上巴士一样来回的进行一个穿梭的作业，频次高，航程短，所以我们把它定义为叫穿梭游轮。我们已经在大连下了第二艘船的订单，目前这艘船已经开工，明年大概8月份会交付。